近日，瑞士28岁的艺术家塞巴斯蒂安·马尼亚尼在网络上传了一组宠物猫与主人的照片，通过猫脸与主人肖像照合成的方式展示了喵星人的常态。虽然人们起初觉得十分滑稽，但看久了之后会感到毛骨悚然。据了解，塞巴斯蒂安表示，我对猫的眼睛十分着迷，因为猫咪的头型并不像狗狗们那样各具特色，它们几乎都是相同的头型，非常难以辨别。不过猫咪的眼睛确实异常美丽，即使是在这些照片里，它们似乎也能看穿人类的灵魂。